高，手抓紧了。我抓哪儿啊？随便。那我抓你辫子了。好吧。接牢了，有人接牢了。哎，我们不在牢里了。不在牢里了。你是谁啊？你干嘛来救我？快走吧，米大人还在等着你呢。米大人。当然是谁啊？小叔子，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啊！我也没想到米大人会见死不救。不提这件事了，说说你吧，怎么来的？小叔子，蝉儿让你去京城找米公子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蝉儿姐姐告诉我了。让我去为米少爷梳辫子。不，蝉儿是要你给米公子捎封信去。捎信儿？捎什么信儿啊？他让你告诉米公子，他的眼睛快复明了。真的？蝉儿姐姐眼睛真的快复明了吗？明者自明，这里面没有什么真假之分。姐姐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要是直接告诉我，我就不会哭了。法师，我在这里向姐姐，不，带米少爷，不，还是带我自己，先向你鞠躬了。怎么来的？讨饭讨来的。没想到你做上大人，就变得不像米少爷了。我问你。还记得偷孙金山的三年关系的事儿吗？当然记得。不，你不记得了。你要是还记得，就不会看人家活活被饭淹死而不去救人，就不会看人家在铡刀上活活跪死而不放一个屁。小叔子，我说过了，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时刻一到，这帮坑害百姓的人一个也逃不了。你已经不是米少爷了，你已经不是米少爷了。哎，小叔子。小叔子，小叔子，你想好好听我说吗？我不想听你说，你听我说就行了。告诉你，蝉儿的眼睛已经复明了。你听到没有？蝉儿的眼睛已经复明了。米少爷，你听见了吗？蝉儿的眼睛真的复明了。小叔子。要是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答应娶另外一个女人为妻，你会怎么看我？米少爷不会娶另外的女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米少爷。正因为我是米少爷，所以我必须娶另外一个女人为妻，你知道吗？你会，你会，你不是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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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会让蝉儿姐姐刚刚复明的眼睛哭瞎的，你这样做会让小叔子跳进河里再也不愿意起来的。小叔子，我要不这样做，那个女人也可能死，弥河和蝉儿也会死啊。你是说有人在逼你娶那个女人？那个人是谁？我找他去。我父亲。米少爷，你父亲已经死了，就算我去砸他的棺材也没有用了呀。小叔子，你现在不要哭，我把心里这件最难最难的事告诉你，只是想听你一句话。你再说一遍。只有你的话才能救我。米少爷，
当初是你小叔子把我从那间书楼给救出来，现在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书楼，我再求你一次，把我救出来好吗？倪少爷，你真的没有主意了吗？我真的没有主意了。倪少爷，你真的不知道该娶哪个女人了吗？那好，倪少爷，我两只手中有一颗石子，这颗石子就是蝉儿。你要是猜中了有石子的这只手，你就娶蝉儿；你要是没猜中，就娶你父亲让你娶的那个女人，好吗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对啊，倪少爷，你先闭上眼睛许个愿吧。许个什么愿？你就说，你就这么说，让世上最好的女人做我的老婆。猜吧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我不能再犹豫了。这件事情必须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掉。河南此行凶多吉少，我不能再为此事分心了。我下决心吧，不要再犹豫了。米少爷，你自己看吧。小叔子，这只手抬起来，打开。不见钦差刘大人下车啊。刘大人偶有小疾，已另择客栈住下，特遣下官来见各位大人。啊，想必这位就是米大人。下官米和，六品官职。米大人，您那四品领带相比差了有两品吧？哪里哪里，马母年迈哪敢与米大人这般风华年少之人相比啊。米大人的前途无量。本官开封知府马林，请多多关照。本官对二位大人的清正已如雷贯耳，故此不敢稍有铺张，请。啊，请请请请。大人下榻之处，安排在这栋非常干净的民宅之中。马大人，你的脸怎么回事啊？风蛰了一口，没经意就这般红肿了。哦，这风着实可恶，但愿我米和别给蛰了。是是，行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啊，风蛰之处涂些面酱便可消痛啊。多谢指教。哎，多谢指教。马大人知道面酱如何炮制吗？略知一二，略知一二。不过。若是用装大粪的坛子造酱，怕是不仅药力不够，弄不好还会伤了自己啊！是是是，请。
芭蕉几本，鱿鱼几寸，真是个住人的好地方。想不到开封府还有如此幽静的去处。啊，是啊，前天田文静田大人再次下榻也是这么说的。田文静是哪位啊？啊，田大人是先帝的重臣，当过河南巡抚。先帝说田大人是咱大清国最大的功臣呐。是吗？啊，先帝在哪儿说的呀？哦，应该是上书房或者是养心殿吧。你听见了？只是本官猜测而已，猜测而已。马大人连皇上的事也敢猜测啊，这倒新鲜了。下官米和想请教马大人，当今皇上说这田文静不是咱大清国最大的功臣，请问这句话该是在哪个殿哪个房说的呀？米大人不要开马母的玩笑，马母向来胆小，经不起米大人这般纵下，多多吧，多多吧。这个二位大人鞍马劳顿，本官略备薄酒给二位大人洗尘。二位大人还有哪位啊？不一位，就米大人一位，刘大人未能前来，本官改日敬他一杯就是了。米大人吉祥，米大人老酒请。好俊的女子啊！只要米大人高兴就好，高兴就好。快请米大人去喝酒。米大人，米大人，请。请里面。米大人，请。终于上道了啊！走。有一人名叫王二愣啊，家住在河南。啊，好个米和，你也有入股的时候。米大人，慢着。诸位有没有听说过康熙二十七年你们开封府毒死钦差大臣的事儿？啊，没有听说过。没听说过？啊，没有。哦，看来是没有传吗？还没有传，没传。米大人，喝。可是好像又不像是没有传。我听说那钦差大臣一进来门口也来了一个人。进来一个人？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是来收尸的。收尸？收谁的尸啊？当然是钦差大臣的尸了。这个人进来的时候，这个靴子底下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就像此时走进来这个人一样。周忠啊，你说我把米和事先安排怀鲁去落脚是什么意思啊？大人没有说出口的意思，周忠怎么会知道？你周忠可是习武之人，你说说这短兵相接最忌讳的是什么？最忌讳的是让对方发现你的兵器。对，我的这件兵器啊得先藏几天。不对，刘大人，其实你的兵器是米大人，
你要藏起来的不是你自己，而是米大人。周忠啊，啊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的脑袋比你的武艺更让人害怕。我心里想什么根本就瞒不住你啊。大人，您这是夸奖周忠了。你猜猜米和现在在怀鲁会干什么呢？周忠只知伺候大人，不该我想的从不多想，更不会多猜。我叫你猜你就猜。如果大人硬要我猜的话，周忠会猜米大人此时在走路。走路？他不是被马玲引进怀鲁了吗？我说他是在坐着。如果此时米大人不在走路而在坐着的话，那他一定在喝酒。喝酒？不会吧。如果米大人不在喝酒的话，那他一定在说话。说话？那是在和马玲说话吧。如果米大人还同马玲说话的话，刘大人就不会让我猜他在做什么了吧。我说周忠啊，你终于让我明白了，我刘统勋的身上又多了一条胳膊。周忠不是胳膊，只是腿，替刘大人跑路的腿。这么说你又知道我想要你干嘛了？大人是想让我跑趟腿去怀鲁帮米大人一把。对，现在就去。今儿晚上王世俊肯定要在怀鲁打我刘统勋一个下马威。我怕米和吃亏，王世俊这个人的手段在河南那是出了名的。经理下来查他的钦差，没有一个不被他整治了的。对付这样的人，米和显得还是嫩了一些啊。不过早已有人放心不下，赶到怀鲁去了。亲眼所见，我真想不到天底下有这等豪宴，想不到这世上还有这等的试宴的排场。马知府，在说那是什么？这是玉存兔玉。说明白点儿。就是用100条桂鱼的唇加100条桂鱼的眼睛制成。这么一盘菜就用去了200条鱼，这是人吃的吗？啊，这是人吃的吗？说这是什么名堂？王大人，你饶了下官吗？下官实在是不敢说呀。越演越像了，再继续演吧，演够了就看我米和如何上场。都
都是本帅之过呀。我曾经多次教诲你们，一定要克勤克俭，时时以民间为基，千万不能有半点的糜费。这些话你们记住了吗？你们根本就没听，你们把本帅的话当成，你们把本帅的话当成屁了。下官辜负了王大人的教诲，辜负中州百姓的厚爱，祈求王大人治罪，祈求王大人治罪。我早就听说钦差大人刘大人的清廉之名，敬重至深呢。此次又听说他奉旨前来河南，丈量辛垦田亩，更是扫屋奠望啊。可是没想到刘大人这堂堂正正的名声却坏在你这下官之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下官米和，六品顶戴。米和？你也配说你自己头上有六品顶戴？你不配，你不配呀！王大人慢慢说，来啊，给大人上一杯热茶。住口！你身为朝廷的命官，钦差的左臂，你明知道中州地瘠民贫，可为什么屁股没在重重坐下来，就去饕餮起中州民警百姓的血汗了呢？你在给朝廷丢脸，你在给皇上丢脸呢。你今日所为，要是让言官清流所知，必定要到御前参奏于你。你米和还有前程啊？都台大人，都台大人这番话振聋发聩，让米和如梦初醒啊。还如梦初醒？你不觉得你这些话说的有些晚了吗？啊，晚了吗？未必吧。其实刚才王大人的一番话，也正是下官米和要对马大人讲的。狡辩，你太狡辩了。你若与我本帅有同等义愤，那掀翻这桌子的不应该是我，而是你米和。哎，王大人，这话就不对了。如果米和将这桌酒席早早掀翻了，那王大人怎么会知道您的属下竟会瞒着您，如此不顾国困民间，如此奢侈铺张，如此鱼肉百姓呢？下官正是在这张桌子旁边候着，等您来掀呢。你哎，王大人刚进来之时，下官米和是不是在桌边站着呢？王大人，米和奉旨巡检河南，缉浊扬清，正应该从这桌酒席开始。我愿与王大人一起会审这张桌子。对对，米大人说的对。马良，在。你身为开封知府，你知道该如何重罚那些设下豪宴邀宠京官的属员。明天一早把查办的结果禀报给本帅，听见了吗？哎，不必等到明天，只需片刻功夫，王大人便可审完此张桌子。哎，王大人，
即刻将此桌酒席的报账字据取来，叫王大人过目。还不快去！米少爷，有人搬你饭桌了，谁这么大胆？哎，小叔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你来的正好。啊，各位大人，这位女子呢是下官的内人，啊，知道下官吃不得酒，特来做河东狮吼骂下官的。各位大人如果要称呼她，叫她小叔子便可。对啊，大家都可以叫我小叔子。哎，对了，小叔子啊，你等一下呢，陪着马大人走一趟，取一个字据来。这个字据非常重要，你记住，任何人不得涂改。好，本姑娘最爱干这种事情了。谁是马大人？那个，最胖的那个，跪着的。啊，对，就是他。起来，慢。米和，这位女子真的是你内人？哼，真是内人啊。对啊，我就是她内人。既然是内人，为什么称自己是本姑娘？啊？王大人，这可是私底下的话了。不过既然王大人问起，米和也就不顾面子了。是这样的，自从我那人嫁给我米和后呢，她至今她还是姑娘之身，从不愿与我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您啊问她吧。马大人，我和米少爷的事情呢就告诉你一个人。王大人，我骗子！哎，王大人，哎，别叫我骗子！王大人，王大人。这个小叔子就这么着抓着马玲，没让他在那报账的单据上涂改一个字。对啊，哎，那张报账字据上写着六个大字儿。什么字啊？总督大人主之。对不起，马玲把这个字条递给王世俊的时候，他那张脸上可更肿了。怎么回事？又挨了一顿大耳刮子。这回打他的呀可不是一双鸡爪子手，而是王世俊的一双蒲扇大手啊！呱呱，哇，痛快得很呐！哎呀，我说米和呀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啊？他俩帮着给打听的。出来的时候啊，我担心身边无良才，这没想到竟有神助，我的身边这一下多了这么多的手脚。刘大人，我不是你的手脚，我是小叔子。哎呀，我说小叔子，你什么时候也给刘大人打一条油光光的大松辫子啊？那可不行，我只给米少爷梳头，别人的谁也不梳。周中嘛，我只是随便梳梳。不过你要是告诉我两个字的意思，我就给你梳。两个字？你问吧。什么叫做内人啊？内人，这内人就是老婆呀。老婆？内人就是老婆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哎，不信你问问米大人。是不是啊？吃点东西，这个好吃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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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，哎呀。米和呀，哎，到了河南，咱们这第一步走得不错，下面怎么走，可就要看你的了。怎么，
刘大人还不想在开封现身啊？你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这样许多事情更好办。再说，我迟迟不与王世俊见面，这就会给他们多了一份猜忌，他们就不会气焰过分的嚣张。这对咱们丈量田亩，弄清他们是如何宗保私囊的，会大有好处啊。嗯，你越是这样，他们越觉得你在旁边看着他们，心里越发虚。我呢，就有更大的余地去周旋。不过我米和就是一个六品顶戴，我该下重手的时候，心里没底气啊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底气啊？我想要一言震千军的底气。到了节骨眼上，我会给你这种底气的。啊，对了，刘大人，你不是还领了去浙江查双层仓的圣旨吗？河南的事办完了，你还带上我？你说呢？我觉得刘大人现在是啊，离不开我。未必见得吧。哎，走，咱们到那边看看去。哎。王世俊爱民如此，开封府苦承恩泽，真是一副好对子。可惜一个字也添不进去啊。你说这当官也真有意思，当得好了，有人给你送德政条子，不知道咱们走的时候会不会也弄两张。你也想要？我要是王世俊的话，当然想要，而且越多越好。刘大人，德政条子。王世俊打出了万民伞和这张德政条子，绝不是想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而是在往你我脸上的泼粪呢。对，他也动手吧。你说我们该如何对付啊？八个字，一张笑脸，笑脸一张。你这是笑里藏刀。哎，刘大人，一笑之中出的一刀，那才是最致人死命的一刀呢。嗯，看来还是周忠说的对，你米和是我刘统勋手里的一把利器。嗯，走走。说了，谁也不必找他。那他要是被人杀了呢？我们也不找啊。哼，谁也杀不了他。我去怀卢找米大人。米大人留话了，他现在不想见你。为什么？他怕你把他的辫子扯散了。找到刘统勋了吗？找遍了全开封，就是找不到刘统勋的影子呀！那他
那个棺材你找到没有？棺材是找到了，在荣生客栈的马棚里摆着呢。这个姓刘的向来是神神叨叨的，他总不会把那个棺材去当床吧？大人，我带几个人打开棺材再看看。不必了啊，这个姓刘的他把米盒推到明处跟我干，他自己藏在暗处使劲儿，想来个明暗夹击。他以为我是吃素的，你去告诉马知府，哎，让他对那几个在王家坟让村民做酱坛子的几个官员，当着村民的面儿给我斩了。啊，大人的意思是，既然米和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那就再让他看个明白。对，我要让米和，不，我要让刘统勋看看我王世俊是如何公干的。啊，大人高见，告，我这就去办啊，我这就去办，我这就去办，我这就去办。米少爷的官袍也太小了，像狗粽子一样。既然是官袍，和珅的原本就不多。你真有见识。启奏巡抚大人，按照你的吩咐，已将开封府衙门通知陆九通、衙役领班包三刀、衙役萧狗儿、公所等七人押到，听候大人吩咐。米大人，你知道石灰是何物吗？知道，粉墙入棺都用得上石灰。可你不知道，石灰可以消肉尸骨啊。将酱坛子开了。这坛子里面放着石灰啊！王家坟的父老姐妹们，你们不用害怕，我王世俊只给皇上跪过，给父母双亲跪过。今日我王世俊当着王家坟的父老姐妹，我不得不跪呀。要是这些话是你的真话，那该多好啊。数日前陆九通等人就在本官跪着的地方，将村中的男女老幼十数人活活地投入到酱坛子之中，毫无人心地往里倒上了大粪。更使本官痛心的是，这些丧尽天良的暴力还让一个不足六岁的孩子跪在铡刀之上，看到孩子的膝下流出了血，他们竟然往伤口上撒上粗盐了。
生不如，畜生不如啊！我带这些罪人向王家坟的父老姐妹们还有孩子请罪了。请罪了。王世俊的这些话本该由我来说的，他既然代说了，也就让我省事了。只是不知道素贞的孩子葬在了何处，日后我得去看看那座小坟。大清的王法是见铁为凶，既然这等罪人残害百姓，铁了心肠，那也逼得我本官不得不心肠如铁。来人呐！是。将陆九同等一罪人一个个投入到江潭子里，让他们一个个尸骨不存，尸骨不存！